好多礼品盒呀，我们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。你们看，这个礼品盒比我张开双手还要大。啊，这么巨大的盒子里会装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把它拆开看看。哎，哎，哎呀！哇，里面是一只斑马。哎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斑马吗？斑马身上都有黑白相间的条纹。斑马先生，你先去休息一下。第二个礼盒里会有什么呢？哎呦，老虎，别伤害我，我把你放出来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老虎吗？老虎可是森林之王。哎，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新的礼盒？原来是只龙虾。嘿，哈！你们猜猜看，这个盒子里会有什么呢？哎，嗨，小猪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小猪吗？它全身都是宝，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小猪，你到那边休息一下。嘿，哇，这个礼盒好巨大呀！大象，大象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嘿，你们认识大象吗？大象前边有两根长长的象牙。哎，原来是一只小猫咪。猫咪，猫咪，快跳出来吧！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猫咪吗？猫咪可可爱爱的，很多人养作宠物。